力巨人、あなたの車を守る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！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我身旁这个也是公益车，可是不一定没人会开，因为它是手牌的。哦，这一台我是从彰化开上来的。详细请看那个哦，对，我们有收车的影片。好、哦、啊，我大概讲一下，这是彰化的杨先生，这是他儿子跟我们联络的啊，我们特地这样杀下去把他牵回来，这样。我就跟那个杨先生说，如果开得回来，我们就可以卖了；如果开不回来，就没有了。哦，对啊，我们开回来都没问题。对，我们就可以开回来，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好了，收好了。刚刚看起来整台车的状况还不错，漆面跟外表还是难免稍微久的使用痕迹嘛。啊，再来就是我再开看看，嗯，啊有什么状况我们再回报。感觉上还不错，那引擎是打开看起来干干的，对啊，这个颜色还不常见，北部不常见。对啦，对啊。那时候的时候就绿色最多，墨绿色最多，绿色跟白色。对啊，哎、欸，1998年首排的，1.3，跑了27万多。27万多，对。啊，换车啦，他说其实他不然想修一修，还可以继续一直开啊。嗯。他说第一句话是，我就香油哎嘞，哇，香油哎，这种老车你看、嗯、到现在还很省油，真的是蛮厉害的，因为首排真的很省啊。对、嗯。因为控制它真的是很省油，我等他们一路可以试我一下台北啊，走走走。走走走。看一下哈，那时候产物的很喜欢都装这个多装的雾灯，可是这些都没有用，都掉了啦，掉了拆掉就好了啊。这边，好、哦，有吧？啊，这里这个蛮大，这个嘿，这个也是冒掉，这个也是大，对啊。可是这个是铝圈的哦，对啊。整台车外标都是差不多，这个时准来啊，都小碰撞啊，一些小斑驳的痕迹。你说它很丑哎，还可以接受了，因为它就这样了，能修夸修夸呢。它的这个是贴纸，对，贴纸啊，它说是贴纸啊。好，这里就如果铁的板件这边，这有点小小猫，小猫、啊、喵，小，它后面是手摇窗啊、哦，是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真的呢，哇，手摇窗，对啊，哇，这个好好复古啊，你看，你看还有这个，那是什么？哎、啊，欸、拆下来可以当麻将，没有，直接找过去看一下，你看真的是手牌的啦，哎、欸，真的啦，而前面是电动，前面电动的没错，啊，轮胎看一下，感觉上要换了。1517年哦，还行一点点的，可是就如果要用撑不久了啊。这边后面也要看呐、啊，后面跟你一样哎，1518，后面反正比较新一点点，差一年呐、啊哦，一个是5年，一个4年，哦、对，好啊，就看你们自己了。前面可能要换的吧。对啊，就这样，影片佐证，引擎哈，来。我昨天发现一个问题，它的盖子不见了，我不晓得为什么，它的盖子竟然不见了，这抛啊抛进来没去。那这买得到吗？可以啦，算我的，算我的，算你的。我们不要那么小气，这个东西少开嘛，就是少开都稍微氧化了。这是火，对，因为氧化它会这样伸出来啊。嗯，对啊，这个一直卖高油造出来啊。哦，对啊，一捞的是这个垫片啊。还好吗？这里、啊、这里稍微。我记得他当时在开也是有在顾啦，稍微漏一点点。啊，你比他的供啊，这归火呀，这应该没撞了吧？不过都转过了、啊，感觉。看不太出来啊，古神仙气啊，其实看起来都还好了。是有看过了，是最少前这个大梁不要撞到就好了啦。对，一样趁起来看看。是我们有试了，我们试很远了，冷气会冷。我们上次有开。Toyota 及时跑证，对。对。再看一下内装，这应该是自己穿的啦。那时候应该没有比，就是自己穿的。这台是跑了27万，哎、欸，你的 Focus 跑多少？22，就挂了。你看人家27万还在。他没有挂，只是被我方号挂掉。抛弃了。啊，那是穿的啦，到时候这里面这美容做一做，应该就蛮。你做爱心，我也做爱心，我送你一个爱心。这个我就放在里面。啊、好，我再把爱心这样交给下一个客人。两个啊，现在我一人送他一个。哇、啊，不错不错，好，再放。手牌的会不会比较不好卖？应该这样讲了，市场会比较小了、嗯，所以你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应该比较容易入手。如果是一般的车，可能就哦100个人标，这个可能1/10你就中了。嗯，对啊对啊对啊。哎、啊欸，我不给钱吗？
帮我们弄一下，他可能太久没开卡住，连住，有吗？哦，吸，连住嘛，他吸的吸力还蛮强劲的。我想说用钥匙的，他有备胎，有备胎哦，还不错吧？没有湿湿，表示没有漏水。嗯，对，好，这都很干，你看，对啊，像你看这个窗户几年了，你看都不会坏。有没有？所以这台车目前也是美容做一做。对啊，底盘再看一下。底盘再看一下。对啊，就一样。啊，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一样列上去啊。啊，标准就可以看到了。嗯。量力而为嘛，我知道大家都很有爱心，可是就是自己斟酌一下。以前的防盗啊，就靠这个而已。讲啊，平常都放这样。嗯。啊，如果你今天下车有没有？就这样。有没有？滑起来，你就没办法入档了。嗯。有没有看到、這個？现在小偷会开手盘啊？不一定会开的。他打开玻璃、啊、敲破的时候要开，他、啊、靠，不照啊，你要灰。我、哦、还好、啊，他还可以用。上次不是有一台插进去就打不开？所以我刚就是要先试啊，一定是这样啊。哦、我俩手屌啊，多久啊？其实外表洗洗应该还可以啊。还啊，这里我看到了，被石头打到了。哇，啊这个等等怎么办？比较简单来讲，应该是可以补啦，补一下这个东西会变小。对，它就是把胶打下去，它就缩起来，就比较不会裂掉。这样，它很简单，它钻了一个洞，钻了一个洞啊，把那个像快干一样的东西才点得下去。好啊，等把它钉起来看。力巨人、あなたの車を守る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我们现在来看这一台，这台很奇怪的，刚顶起来竟然会有黄一声，吓到我。看起来都是干干的，对啊、嗯，这里的油也是，嗯，你看从这边下来，对不对？从这边上面下来，嗯，它的油芯就在压缩机的上方，上方，我等下从上面给你、哦，所以也是，所以都没有清，正常都是要清的。它、啊、冷气有吧？试车的时候有，很冷，没有漏油，再来就是看水道。风扇也换过新的啊，你看冷气风扇，嗯，有新的，新的，对，水箱风扇 OK， 啊，这个是破掉了，对啊，那破掉了，这个是破掉了，那我好像有看到、啊，也有漏油，这里也是，这个也是破掉了，那、啊、这个就要看这里的间隙，就要摇轮胎间隙，看舵板有没有间隙，哦，间隙很大，哦，对，够大了吧，拍这个，有，和尚头的间隙、嗯，对，哦，这一边是和尚头，嗯，那、啊、因为舵板，这一只舵板都没动，嗯。有就只有和尚头在动，所以这是和尚头的间隙。我们看另外一边，怎么没有间隙？也是一样，有一样，也是和尚头。对啊，是和尚头。所以两边的和尚头换掉之后就没有间隙了，不然这个怎么开啊？这找方向盘、轮胎都跟方向盘不同边的。从彰化开上来的。可以开是一定可以开啊，只是转向的时候。有的时候正常的角度你要多转一次而已。对。因为这个避震器还有个笑脸，看起来是只有方向机和尚头。嗯，保养刚刚弄一弄，应该就好清清就好。对啊，防尘套也破了。对啊，防尘套破掉了，防尘套要就把它换掉而已。反正你要拆和尚头，就顺便换掉。对，那刚那个声音是什么？你这样看、啊，跳一声。三角架没有什么，三角架它是用压的，这样有可能是太久没顶了啦。太久没顶了，我们这边弹簧下缘跟上缘，嗯，它金属跟金属摩擦那一声很吓人。有下去也有，它的油芯在这，机油芯，然后你一拆油就往下漏。它的油芯怎么感觉很难换的样？是很热的时候不是很好换。嗯，这个盖子不见了。对啊，那我们昨天有看到啊。皮带还是有换过的呢。皮带哦，对，蛮新的。然后它跑几公里啊？27。27正时皮带要换的，它16万公里的时候换。嗯，正你27已经11万。哦、要换，我想这离合器油有点脏，而且还不能换。这个是刹车油，嗯，这是离合器油，嗯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但是这个不能换，为什么？因为换了会出事，因为太脏了。你看它上面感觉有沙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。啊，那个呢，就是它里面的 O-ring 磨出来的。那、啊、你现在把它换新的呢？那 O-ring 的间隙就已经变大了，有的时候一下子就会漏油。这边有个分泵，来这颗，嗯，这颗就是推波叉的，对，哦，这颗里面，如果你换油的话，就是这颗跟这个离合器总泵要一起换、嗯，然后再换新的油，嗯、要么就是这样子继续开啊，嗯，继续开不太会出事，不然你看它的刹车油就还好，有没有？嗯，就没有离合器油那么脏，因为离合器一直踩，刹车久踩一次，对，它使用的效率差很多，大概就是刹车油的3倍到4倍。这一台，那边扭盖子
这个看起来还蛮干净的吧，是氧化而已、啊，氧化，其实只是都是。然后这边这个不算是肉油，这个不算肉，那是油漆吗？对，这个就是油，这个就真的是油漆。难得看到一台年纪这么大的车，没什么肉油，太棒了。哎呦，干净哦，干净，难得哦，哇，很难得，很干净，非常优秀。这台水路也够酷，当然就是正常的该保养的保养。对啊，啊这个盖回去。对啊，盖子弄一个盖回去就好了。力巨人，あなたの車を守る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哎，这是手牌的哦，再强调手牌的 Q 牌哦，不是主牌哦，买这台可以吗？可是你要斟酌一下哦，你买回去不会开，那真的很尴尬哦。那真的要检查过了啦，它维修的项目有一点啦、哦、有那个方向机的防尘套要用，左右的合上口拉杆、嗯、可能就要处理一些钱。可是这个有个好处，这台电脑处理过了，材料很小的，好，钢筋比材料更贵，一支都几百块到一千多块，以这台车算很贵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外表的是一挂那惨啊，之前应该有影片有拍那个有猫线的啊，到时候来看车啦。如果那个爱金的枕头你不要，我再帮你处理掉啊。还有什么？玻璃啊，对，玻璃还有一个洞。好，我是觉得省钱的方式来讲，叫那个玻璃来补一下就好了。但是你也很有爱要换掉，我觉得也可以啊。玻璃可能就比较贵一点，几千块。你说整片换掉？对，如果整片换应该几千块。哎，再说我你讲。这地方归你嘛？这归你。1998，我没办法让他年轻，可是我有个办法让他瞬间变年轻。怎么做？你看、哦，你款还是比较老哎。你拿镜头往后退，有没有？看一下，噔噔，哇，噔噔，哎。我这一台跟大家比起来，我年轻十岁嘞，对，这十几岁，这个十岁嘞，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我瞬间变少年啊？毕姐的一款，我这么是几位瓦良？好啦，喜欢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。好、啊，一样维修的项目，到时候就是看到时候签约的时候再细谈一下就好了啦。因为每个人的要求会不一样，有些人回去没关系，我会开个几年或者怎样，还是说我要干更久？我看你的整理的程度。再重申一次，手牌的哦，手牌的，好、哦，记得哦。对，这一次圣巴斯就没办法赞助了，因为他是点火圈圈的，那不是烤鹅的。好，喜欢的赶快哦，不要怀疑，就是你的。对啊，好，耶、yeah。1983，厉害吧？一堆男人啊，全裸男人这边运动，猜一种运动的，知道什么运动？猜忘了？我们在铅球。为什么是铅球？铅球。为什么是铅球？好，给你挑我的算了。为什么是铅球、啊？如果是三个女生。在那边跑步叫什么？猜一个地名。猜一个地名。斗六。斗六。斗六，我听得懂。